美声女团达比奇由李海利、江明种组成。5月时，李海利宣布结婚喜讯，队友兼好友的江明种曾搞笑回应被分手心境：“我会滚的，你们好好生活吧。”献上另类祝福。婚礼当天，江明种担任婚礼企划人，昨天分享李海利婚礼影片，留言写下：“我会通过婚礼 vlog 剪辑来抚慰空虚的心。”看着李海利的眼神完全大失魂，影片公开后不少网友笑翻。